各位听众，在今天的广播书场节目时间里，继续播送由已故弹词名家徐云志和苏州市评弹团著名演员王英弹唱的长篇弹词《三笑》，请听第31回。好，我们李先茂生旅客进山，但今天已经是一个尼泊了，以前什么也不落，忽悠李先茂谁进家会喝门诊店，你要么听说我来了的罗梅病啊，上梅花了吃醉时，所以今在当应西单的罗梅病里向来，来看看个啥罗梅病啊，究竟三大汉，狗肉汉，头头一个就才是梅日春梅啊，梅冬红梅罗梅，当中一啥品质啊？你谁那个在罗梅饼里向收了梅花太郎香，上街上街的在罗梅饼，告诉记载的神汉，西南罗梅。大家不不当给他不不当啊，这是不一样的，给他罗梅饼啊，这是没合适，不然合适对对的，当然立起来嘛，在罗梅饼啊可以不一样，当然我不打梅里去，对我声音来的历历今生啊，从美丽来
听到梁上声音啊，这个声音上然后这三三里的呼吁的谁人的这种小声音，莫不是梅花蝎子还是夫人是花一生的个月，想起的当初的供应是使用西山老为梦里西湖李亚一个子给那个美日浪下人事作福啊，死得你那么介绍困扰把三里里来个几十家人把你走私对对我几家让走私个人光那整个人光估计来个罗艺公子们厉害介绍各自来嘛，估计每日让你都一张红纸如安狗呱啦呱啦呱啦不接方式下的室内是美化西子那我当然还会得帮着美化西子哎可是这几个位这个个张声音啊我想他一见听见没说与地上趋向的声音各张声音也是个鹤也是个尖也是个切也是个鹅也是个脑也是个男养得七病人叫有本万里龙子前天日一落生血发动神西北极的那种悲龙配的龙黑四位为所无力神西上前天绿下为心脏也动了露露子开门迎接这三十年喝的个两个老日的人听见咋样出来哭哭的嘞当八红吃个大楼没顶啊一直个声音响上那个迷宫嘞那胡高郎沟嘞最高一头小姐们给他孩子拉没胡子无意之间得起的那口给你谁是高飞飞的没高老人风个当日五日比浪下每日人没高个拉没胡子得起的那对上的一口嘛哎呀娘见了你闭上哎呦去下来来了啊美户可么拿去下个是美户安抚我来着安置不你着呢不美户个刚刚已经安置我来着但是美户个皮了叫贵人叫上去下捞来捞去捞过我来谁抢了捞个辰光嘛打上绿的雷一阵抖风风一来嘛，我口水吃吃咚了咚咚了咚。哪吒吹响有点好嘴啊，两张眼睛对着我头一看，哎呦，我头是五日啊！再讲啷个天，仓鼠一个不当心，不隆咚掉下去是一死的。心里想：别别别别，都是啷啷天。想想来，他他只不过差了我安一次美货，他如果美货安得哈。他躺在都这一上哦哟那个美户喊的了他有美户爱的不灵他躺我也讲没聪明的人弄死他一次美户我为啥去拼死性命了爱的是美户呢心里想哈自个的那安慰自个死他的黑上再问两啊啊个声音啊过来嘛啊的党八号的你都过来啊啊是天气给你发出来的呀哦秋香啊你阿妹和伟西啊想啥个可每日忙的冲出来了你一早叫打了多高飞了一早叫打了多十多次人让对爹哎可秋香啥敢去拦了这米空牛居这个三八分的我想这个秋香已经要成功相思的哎叫这七岁一起染头可能超人无辱了相思还能给我努力呢家里有个泥奴来抽子我要来让我够我七八十这样子的要成功这样子的哈人家一个哈机会
让我去采礼一把吧。与我来挪个你十身两两气，亲自被大里向一上，飞高山上来，别个里子扎不好，木头学没滑个呀，打着水要滑。不里来背上来嘛，一想我随着俺不声音去叫叫也好，让我来不上声音不里来带动的，我们来猜呢。几家过来嘛，那去姑娘背雨的。啊，姐姐不必惊慌，玉箫的在此，来催梦姐姐来了啊！哼，吹响听见的声音们，哎呀，不走去看看，回过头去一看，啊，啥是你呀、啊？哎，真巧了，心里想一哈呢。水里向都有的菜景，各自梅花刮地大，得不得二十五来的。虽然梅花二到水里向，但是打了树枝那下个张三角，又将说出来嘛，吹向个张家里向滑得不得了。因为高山上浪才是最厉害的，不是哪个教会的对我来嘛，不管我来，所以个张三角松松松松不是那浪对。哎呀，不得了噻！我告你不说的啥，这他他他他对啊，危险得不得了。啊，姐姐，我不喜欢。对小弟来，催我弟弟，放心的了，小弟偏偏是登业之人，来来来呀、啊！可怜个这水生过来呢，哎呀，救命王菩萨，今朝你不来催人，我不要讲真。虽然当你男女之间，但是你不办法这样，搿只水子还娘来猜一猜。所以春香罗子梅花，该么水里向一弄么搿只水，眼睛睁过来，得来哥哥你。有不凡事的，当不好今朝猜着春香这水么运的高得做里走。你这个。这个曲项的水是没办回的，先把本能杀之地的天是牛牛打春生那个种水，这春生第二个娘或者打春地的毛孙那个水破哪里啊？所以曲姑娘你那个水一到蓝天是高你办回的，这个一粒冬末里水总会发生出来的，抗了水是过里发生出来的，你大哥写的话有句句子话叫吹水动长，吹下的水嘛冬已经长起来，所以当八号今朝吹到你的水啊应该该走，根本你吹不你这个一波吹吹的话你是多少年啊，哎呀斯文的发得了没救起，起给这水呢加上抱了我的那崔姑娘这水的往上一托，这个十五只红木的十五只了，当里个是够冻了，这是那么挪给这水在这个还不这个还上去，姐姐保温了啊！崔香在里妈妈，那个就是花头来的个多，才需要一点名堂猜出来的，不你猜来是哪点精神？树子里个这三角眼睛缩住来嘛，你在高山的浪里听。哥哥放心，哦哟，不放了啊！哈、啊，因为先的这双手那是偶手，哎呀，被他搬出一顿了。你说这些谁的嘞？不记得谁吃谁了哇？放心，偶上手是到底偶得不得了嘞，要让你吃一顿。今日在花园中与弟弟相会，真是天机之预有，可能给亲弟弟千里礼物，我们在那水之罗美林中去对待中秋口寒这个呢，崔香米公长得凶凶我女的来神的嗯，是不温恋啊，不够亲是。高山上向下来嘛，哥的，你当心哦，不要挖的更多啊。
见好雨一丝何必什么那你何必一丝什么我何必一杯你交关松，但是我不但觉着六子女少哈，虽然身高重，不拉啥重，手指指手筋对无力的终身，我不但不欢喜六子的。啊，哥哥，弟弟，这六子爹妹不爱他，啊，怎样不爱他呢？喏。他身家重，我不爱只能守住。啊，既然比丑脸，是红心，我得爱他。红心。爱他，爱他什么？我爱他。真和他来生的人啊。我弄错在那比个红丝，红丝的身高没从终身分高啊！哎哟，可是你终身不肯高哦，昨天当我屡屡不相想的，弟弟呀，你是妖怪，金鸡身啊，鸡舍。来之为谁？
是了你，侬个娃比是啊比，我得还要侬那比比嘞。哥哥，弟弟，你一下去也比，这里还比什么？哥哥还比，哎，自己知道。听到衣服上一滴松得不得了，一只母松上我也松得啊，你挪我一个人比两个人比自己了知道自己啊，就是当初少操的你是少自己能够七步成章，谁的就好知道你空标志的美如此人，你挪我一个人比两个人，与知己之谁知道之嘛？哎，等我发得了嘞！哎，哈哈哈哈哈哈！口水脸，咱们口水，口水什么？哥哥，嗯，想你们。这下子都是为了你汉弟弟呀，呀翠两个的神医水车什么上一头写着结婚，他们两神同把那写一山，水想不长久爹家的叫弟呀，前面浪下只吃一块猪的不理他一脚，他是做的个激动呀，也是下一块小手里抓着五十里香不等许我去，你都两个人离了多少大家米浪香个块小手里不懂我去的，两个的离了家米浪对着五十里浪哭啊，是三千两个标志面孔啊，是你这这个印子清清桑桑，这块写走的不等修的母子里啊，与四合在了那一个来了，与那几杯落花日的水泥，关于说那美好一个在小屋来个在那个市里了，发现这个市一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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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个来，一到崔家家印子个米空浪向一勾起嘛，一学学崔相上米空浪妻子最给这个比是老他不崔相，哎呀弟弟呀，你看呀，你看弟弟是学会自己尽最米，你可能看见啊，你想在这市里想一望没地球哟，哎呦哎呀还不行，我面孔上一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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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些鼻子了逃不了的，
一起啊。前浪扣个人光切子介绍个妹啊，妹妹家腾了腾腾了腾腾过来一头翁四菜，腾过来腾过来嘛，切腾了火锅印子个火锅酥呀。啊，东哥弟弟你去呀。啊了解了，哎，的确呢，为我们当帮出松手的。你这个懒懒的走啊，你们来他不我们懒懒的，那没哈。弟弟呀，是，你见是秘密，我见吃了死。我们都是个天公，来把一个戏，什么戏？与你家里生日节的拉夫，是呀，对。最好多么把你成功一对拉夫妻。刚刚说什么到罗梅丁啊，你家上神剧。谁不放呢？都给我放心。很是。可你睡得来，一说我吹响睡过来，我睡得像个紫梅花，马上给你花瓶里向一插，吹响在最大外面嘛，忙着梅花太郎向受顶。当年八叔这个高子也想把你藏入雨里，一口你熟了啦。哎呦，我当我说的不唱的啊。当八虎过来，一揉在这梅花塔了，把你冰霸十五冰，一些些给咱面孔捂的，面孔一辈子起来，你是要隔壁起呀，出名的叫当儿子。秋香，咦，放到地上叫哈，给我秋香，哇哎。我又到位打着嗓子啊，靠近下今天几日了啊，这就是拿水电进来的呀，到上面你问我几日背起这个面孔，这姑娘我去你个动地来太早了，这个哥哥你是几日了？今天腊月二十八，要你为了你八月十岁每生的靠近父，大时间为别人为我一个了的，今日相为在此地罗梅顶中以母与人兼共之力，请记得今日做了一个指定托中神与我，小弟明日可以吸引为主攻守到花屋内，我为可以斗胜到来你新春用大马相随的迎接自己委屈吐露花作口好呢。啊崔香对你妈妈你要去新旧问一样问我看终身的哦，可是不来是搞，终身大事一世个事体的嘞，哈拖哈拖还拖不来。哥哥，这没有装好，都是人不明。啊啊！有眼亲见哥哥，什么好都是人不明，小弟呀，亲见了，谁是这罗妹的？啊就将此地这罗梅饼，问起这罗梅饼怎样呢？
哥哥，侬也听闻哥哥好啊。三枚花针呀，那以后面去定军，定啊，这句我在推下说的没几光了。啊，刚去给他落麦的，是为上梅花么十次顶，为是上梅花了十给他顶子个，是他这个上梅花么叫我平一平，给他梅平二上永然，不是别人为他起来嘛，永然，所以上梅花么用得上他顶子了，其他又上永然。高县里问我，但我当阴之里向终于用上去。啊，此计是老美的，是出了山梅花与大大的用上啊，真记得，美的弟弟不知啊。我们都是巨人红尘大。这罗梅平安把我们这四个家人一对生两对谁真弟弟呀，好一弟好弟什么我与你两人呢，你好弟红粉若美心安，我好弟楼为梦里这山口对呀、啊，弟弟在来那里，你要比赛只用披纱，老为梦里媳妇。好、哦，你弄我当梅花人，那么这个，让我水浇花来气些气些你。哥哥，你可知县？真呀，依然在北县里呀。哪个在北县我啊？喏。你是谁嘞？不怕花枝娘，你一不懂得是月上手中兵。我说李爷爷，那我俩在我实在礼让先生呀，这个我当你是虎呀，哪里没虎？那么你为当个内射出来的，我不服虎那个血呢？你们一不是该有个，一不是么不有个，
啊，这边可给打得人的人啊，这个看人家讲个相声，又搞是爱打瓶子的，还成功夫妻，我拿屁相哦。那么我为打你披衫也成功了，是不是呀？嗯，我打你何用啊？你们花痴去想我不起身，我从来不是中能生。因为的成功，我真想月光把杯归出，好聚相思是落梅，今我大你何用啊？这样我一朝一夕。里根拔刀你手啊举去，我那个和里根拔刀手去，然后带着手去拿着海底的本供你去了。我今我这辈心下本那日有夜夜下地里鲜花里粉粉他什么粉他为日月之家不为日山花人为日陪日一山走中风冰家水记得你是第几位日做了一个去金发终身吧，我刚住在水里微光了，你我刚刚离不够要我在龙江的最想省代志的一下不是啊，于是不依不依哦，先帝就明白了，你不信先帝那是当人当不好，我记得举一举送举登高之时北龙县尉在尔松当山，你分我真心大名，现在将了心大名言言无不好，你明晓的言是被对吗？岂不是不信现在当啊，啊我老人与弟弟将了吧，现在其实是当人当不好，没得一件不敬，岂非我挖了九尺多被丞相拿得半天，太太要将我这大儿娘娘在帮着他的，没得你配不成我们是兄妹相称，岂不是你不信我当人当不好啊？哎，得不能猜着，哎，你今天我出中孙了，我有点不灵性。你在平时说人呢？你们当我帮你是当不好，但是我始终不相信你当不好。当不好是后门贼子一帮高女来了，就几不会的位置我吹下一个小女，不必身高再给他地来做奴才，我不相信。既然你自个拉拉门哦，今天是一个阶级位来噻。让我来趁此机会问问你，可你到底是啥人？既然你是当不好，那么让我来部门部门那个教师在是哪？还是当不好的事体呢？我才晓得个。虽然那像你娘娘当我讲些个话呀，问问你可，我是真的了，我是假的？哥哥，嗯，你当真当人当不好？记着。当不好，真的当不好，也不是要要比了。当然啦，高子在面上悄悄都没对对了。只能哥哥当然当不好，姐妹大爷亲家哥哥把家事来了，送与此地将之末也必。家事来了，是。哎呦，李爷个，那部门我家事来了，那么人说出来呀、啊，那相当于的哪位的？
我当把我的家事来你说出来嘛，我的药是走西凉的，也不是开西凉飞，贴一副西凉个袋，那路上下把人家二西肉了，他个叮铃当啷，那放到不懂点来嘛，叫二油嘛，你压压喂。那么我们跟牙是真正扣出身，扣得不得了。我说出来讲啥？哎，那是现在牙周是两个，给我娘过来还说一声，说起来你牙周五个，那么好说。一波吹响的笑，等我当年的家事来了。说现在你表妹们到广府里听听啊。那么我们再说起来，你牙周五个，那么吹响也等我说啊，你牙周五个，要么水桶骨。要么不汤骨空脚骨没空骨哪是个再回去哎唯一想英勇好人出身低呢亚洲是两我自个自己的我是一帮个家人了经过了那就是刚好了说出来不去想相信的哪么要靠终身的门这位置刚才听到的是